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款很多勇者，应该是像素放置挂机，来吧，应该没有账号啊。游戏是12月18号开始测试的，好，来吧。那果然是非常像素啦，那背景音乐就比较单调一点，然后游戏档案很小，才十几 MB 而已，直接挑战。恶灵之影，好，获胜。有没有主线任务啊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主线任务。好，这里通关一之四，然后再来通关一之四。那哈，我现在比较纳闷的是，我的角色怎么变强啊？经验值、生命、获取装备、技能，那他们怎么在补血啊 ？OK， 继续前进，然后下一关。啊，这边是挂机的东西吧？哦，应该是挂机。加速是怎样？加速需要这个紫色的这个钻石，然后地图。我们现在在一之一、一之二第一章，然后查看关卡，挑战首领屠夫 LV 3。挑战，背景音乐真的很不 OK 啊！这段可以干嘛？我每次点的时候他就死掉了、欸。好，返回。四等是不是啊？三个前排，一个后排，获取勇者酒馆还没开。来吧，继续挑战吧，骷髅王。看起来我们不会输啊。没有音效，好，没有音效，最多就只有点击的声音而已啊。好，继续。墓穴守护，哇，打不过哎、欸，受伤啦，死掉一只，好，挑战成功，教室获得教室是不是？一只是获得教室，然后一只九给我们两个武器，这个盾和这个矛。好，我们先返回来看一下好了。主城什么都没有啊，呵呵。激活，主城六级才可以激活。天啊，这个游戏没有任何教学啊！然后返回这边一只酒，我可以把这个放上来吧，好，拉过来，好，拉过来，好，那继续下一关挑战首领，哦，超级像素啊，画质，哇，我怎么马上输了啊，哦，那我怎么玩啊，你马上让我卡关了，我要怎么办？这才一只五哎，可以练等吗？技能道具转职进阶，哎、欸，升级了，他自己升级了，四等了。
我好像没办法自己手动帮他升级，是吗？哎、欸，他自己升级了。然后你这个技能要升级也是需要这个东西，现在没装备啊。关卡探索，哦，六级啊，还不行。我打得过吗？挑战。欸，打得过啊，那为什么刚会输？齁，难道有什么 bug 吗？挑战成功，正二。等一下，一个那个食尸鬼什么的，肥肥的食尸鬼。哦，这样可以啊，这样我打得过啊，为什么刚会突然输齁？这个好像可以加速欸，这个点击可以加速说。这个真的玩起来真的很简易耶，超简易的放置挂机，只有十几 MB 而已，超小的。哦，你点击的话就会加速，组成物的话可以跳过啊。我现在还没有，呵呵，组成我现在才一等而已啊，我也想升级啊，怎么升级？他这边有个经验条，还美是不是？好，点击点击，速度100，然后要掉下来。这什么奇怪设计啊？每日任务。下关，下关，好，十等哦，我现在八等而已，所以他可能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放置挂机啊。喔喔喔喔喔，好，打败他了。那我们应该可以穿武器耶。哦，终于可以穿武器耶，这个有武器耶，你要教我们怎么穿啊？没教我们，就只能自己使用。好，就长枪盾牌，这边还有板甲饰品。哎，有技能可以升级的哎，激活，这个是不是升级？升级，升级，好，这样就有技能了。好，游戏的话没有那么轻松，就是说你就一直无脑点点点点点，你要自己研究一下，因为它没什么教学。那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趣一点。那这是敌方的阵型，然后我的阵型现在是这样，然后就挑战下去。我来把背景移动一下好了，稍微上来一点。好，打赢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在努力。好，打赢了。这边要组成要提升到二级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，它有一个条件啦，你这边组成升级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通关到哪个关卡这样。哦，这边有条件，点这个它就告诉我们，我要二支死才可以升级，然后会有这些资源，木材嘛，这可能是铁矿嘛，什么铜矿什么的，我也不晓得，看不出来，他没讲。好，那负重上限哦。需要组成六等，然后激活。我现在没有啊，我现在组成才二等而已。
哦，酒馆哎，可以抽抽是不是？这边的话，看你要招募谁，然后有物理攻击、魔法攻击、物理防御。这个战士有没有？战士的血比较厚，然后驯兽师血比较薄一点。然后我觉得你要招募的话，这种绿色可能比较弱吧。你要招募蓝色框框的，像这个魔法攻击，我们就招募这一只好了。需要钱，自责，招募啦，好好啊，然后就可以刷新，有没有？刷新就可以再招募，每天可以十次，然后可以升级，出现的那个勇者的品质就会提升。欸，说实在，这款游戏不会不好玩欸，虽然它是像素，然后画质比较不 OK， 但是我觉得整个蛮好玩的啊。欸，智者，我刚这边有智者了，哎呀，我想说后排再来一只智者，结果我这边也有智者啊，真是的。啊，不能马上升级啊，这还是我不会升。好，下一关，挑战首领一下。挑战首领就是你还是要上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放置。在外面打小怪的时候，跟那个挑战的时候，好像还要再重新放过来。我们来看伤害，800多、900多、700多，治疗3000多，哇！我们这个是哪一只打出3000多啊？是有装装备的那个吗？背景音乐很难听啊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然后看你自己想听的音乐。就躺在床上上，打开你的手机，那就开始玩这款游戏。反正是直立式的嘛，直立式很适合手机玩。就拿起来滑一滑，点一点。那觉得太慢的话，你这边就是要点一点。组成五等的话可以跳过。哦，那挑战。组成三等的话可以解锁两倍，我现在只有一倍，没办法，就只能手动点，手动点就会打快一点。这是第几关啦？理论上我们应该不会输啦。我们现在有六只欸，好，这第几关不知道。25了，我要通关。那 boss 有点 repeat 啊，就是会一直重复，感觉啊，那几只长得有点雷同，刚刚有几只有点雷同。反正就是不是野熊啊，熊就是野猪啊，然后不然就是那些骷髅啊、死灵法师啊。这哥布林是不是？好，获得不知道什么东西耶。就什么什么十张啊，我看不出来。不知道刚获得什么，可能掉落。加速，加速一下。我们刚是获得加速卷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要加速一下。20分钟，咻，20分钟了。哇，我变20等哎、欸！大家看我这边等级。哦，敌人才14、11等而已啊，轻松啊，轻松！我直接秒杀，所以加速也是不错的。那这边有东西可以学，你就来点一下。然后这边有13个东西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边出现13个东西可以做。搞不懂，这边组成要才可以解锁哎、欸、哦，这里啊是不是这个可以移动？我想说为什么要挡住我、啊？是不是在宝箱啊？
购买一下啊，不知道购买什么东西啊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烂烂的，是邮件吗？好，领一些福利，领一些福利，停服补偿，为什么停服啊？刷新，哦，出现紫色的了，但是要那个水晶，那我水晶现在够啊，好，真的可以，可以买紫色的，那我现在好像有哎，我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绿色的，那我来买一下这个紫色的招募紫色的，然后把它换过来，把它换掉。欸，这样子它那个可不可以把它吃掉啊？哦，可不可以直接把它吃掉啊？很好奇说，不然那个角色要干嘛？就是有一些角色你要取消之后，你不用它了嘛，然后那经验值啊什么可不可以还原啊？可以返还？还有这么多事情可以做，装备一下吧。这步兵不强嘛，我们可以把它卸下来，然后我们给这个用。哇，只能用这个而已耶，哇，所以这个还是给步兵用啊，没办法，只能给他用。职业不一样，他是步兵，职业毕竟不同嘛，没办法。有没有这些 boss 都有点重复了啦？现在比较在想的是这些角色可不可以把它互吃啊？不然这个等级练太慢了。再找一下转职进阶什么的。哦，可以，主士可以进阶为剑士、战士哦。看起来就可以一个武士，然后转职为剑士或战士，看你要哪一种。然后进阶的话是提升品质吧。来领一下放置挂机的东西，有没有都重复了啦？好，那玩起来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不会说不好玩。好，这边组成要提升到三级，我还差一些些啦。哦，组成提升三级，你要打到二指死。好，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好不好？那这边队伍的话，好像有第一队、第二队、第三队，这边好像会开其他队伍。然后之后队伍可能会有很多吧，因为地图上你可以选择你要挂在哪里。你看，可以派出队伍。我在猜啦，这边有这么多队，一队、二队、三四五六七八，八队嘛。到时候你八队的话，你看你要派出在哪里，然后就增强你的挂机。而且角色越来越多嘛，那就可以这样点第一队点完，点第二队就会看，然后每一队也可以挑战首领。好，我在想是不是这样，不然这个要干嘛？这是我推测啦。因为角色的话还蛮好抽的啊，角色你这些酒馆那边就可以去那个啦。哎呀，免费次数，下次要花的150哦。好吧，算你狠，那你就要等了。我这边还有其他东西耶，哦，好啦，就先这样吧，慢慢研究，想玩的慢慢研究，因为这边还有这个职业所啊、每日挑战啊、试验塔、万事屋、商人，然后铁匠铺。职业所大概是转职是不是？不晓得。然后铁匠铺应该是强化我们的武器。酒馆是招募嘛，然后仓库、厨房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啦。好，
想玩的人，我会把游戏的下载链接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